起去爬嵩山呢。好，我们一同前往。少年逐梦，阅览山河。千年穿梭历史，半路程。李白，天哪，真是下课。只是修桥时，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激动？前后已30余年的时间，游历考察于大自然。伴着书香行走河南，林建国不认命不服输，敢于干天斗地的英雄气概。见共享，读懂中国。少年读中国。